时刻最亮，终于想到需要旅行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嘉宾、好朋友的莅临，在今天也代替我们的才子佳人以及双方主婚人，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家庭幸福，生活美满。那么临行的时候，记得要将自己贵重物品带走。需要主持人都非常欢迎跟我们洽询，还是跟我们的主婚人洽询哦。所有好朋友的祝福声当中，顺利圆满完成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会。